谢谢谢谢，对，替我们接过来吧，谢谢，替我们接一下吧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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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谢谢，哎，嗯，哎，听见了，听见了啊，听见了，哎，就是爱我的啊，就是啊，嗯，哎，好，好，别着急啊，挨个的来啊，嗯，挨个的，谢谢谢谢啊，嗯，刚才是烧饼和曹和阳小哥俩，嗯，俩徒弟是，让他们两个下去休息一会儿，嗯，换上我和于谦老师来，哎，我们俩说一段。这么多年来很少来沈阳，嗯，还是当初侯耀文先生活着那会儿，啊，跟着铁路文工团对来沈阳演过一次，对，啊，记得是一个冬天，好像是，哦，这一晃十年了，得有。今天来觉得沈阳比那年暖和多了，多新鲜！今现在是夏天啊，啊，人人都扇着扇子是吧？啊，谢谢吧，嗯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是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破费了各位，谢谢。很少来。嗯，今年是德云社成立第20个年头。嗯，所以说东三省的演出一站一站的走下来，哦，还要演。哎，沈阳是头一站。对。今天尽量咱们多说一点吧，好吗？好，哦，都高兴。嗯，哎哎哎，好，嗯，再见。哎，什么叫再见？哪儿刚见面就再见？我以为他说家走了，他要啊。嗨，哎哎哎，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，尤其这边啊，啊，这边上边的啊，哎，谢谢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，因为下边 VIP 要掉下来得补票。哎嗨。没有提醒这个的，你看大伙儿穿着裙子，穿着短裤，摇着扇子啊，啊，我们俩人还穿着棉的呢，是吧？明天我就换旗袍。哎嗨，这个一看大伙儿这个状态就看得出来，嗯，您各位都熟悉我们，喜欢我们，是诚惶诚恐。不敢当，真是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。嗯，如果我们两个人之间要比起来呢，可能谦儿哥更好一些。哟，嗯，您太捧我，这算是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吧，是吧？啊，嗯，我怎么听着像骂人呢？您这什么叫表演艺术家呀？下面欢迎著名表演艺术家。不，别啊，别说连了，表演，表演艺术家谈不上。表演啊，嗯，干了这么多年了，很多观众夸咱们，咱们自己知道没那么好。是。哎呀，郭德纲，您说的好，没有列位，不敢这么说，对我真的啊，在中国相声界啊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，嗯，会有的哈，哎嗨，连客气都不让客气，您会有的啊，嗯，真是您夸我，我自己心里最明白啊，人贵在有自知之明，是我无非就是。浪得虚名，真的，您太客气。他是浪得难受，真的。哦，咱们俩都是浪的，反正是。相声到今年大概有150年左右了。嚯，哦，怎么能把相声说好呢？嗯，难了，不容易。反正你花1亿拍一个电影，嗯，也有人不爱看，那很正常。街上耍猴的也会有他的粉丝和拥趸，是。艺术就是如此，嗯，天下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和一个艺人被所有人都喜欢，嗯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没有这事儿，嗯，大点儿声，哎，大点儿声，像话，爱听啊，您这是，真是，嗯，我心里是最明白怎么回事儿的。哦，大伙儿，您这是捧，这是抬爱，嗯，当然相声要想说好。4个字的窍门，哪4个字？雅俗共赏，这我们经常说这个呀。但是很难，是吗？雅要雅的那么俗，嗯，俗要俗的那么雅，这很辩证的。这是无淤泥焉有荷花呀？哦，难就难在这儿了。所以演员拼到最后，第一是文化，第二是健康。这怎么还有健康啊？这里
就这四个说相声的坐着一块儿对着骂街，嗯，谁活到最后谁是艺术家。是啊，啊，这还有长寿的事。你看，你瞧，35死一个，42死一个，是吧？51丢一个，嗯，就剩那活107，他说什么是什么呀？哦，那健康比艺术还要重要。那倒是，啊，嗯，哎，嗯，那么说文化，这是我也常说的，嗯，您往这儿看。我中国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人了。哎呦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看，真的，真的啊。哪儿啊？于老师在我们这行，举一个例子啊。您说，后台来观众，嗯嗯，郭老师您签一字吧。哦，接过笔来写，郭德纲。都写名字呀。这儿挪过来，于老师您签个字吧。也找我。于老师把毛笔掏出来了。用毛笔见身份呢。写毛笔字的于谦，这多好啊。研得了墨，添宝笔，站好了，嘿，给人写于谦签名啊。嗯，哎，你还先等会儿，哎，不，这嘿，回来，我都写门框后头去了。我干嘛？我这还有俄罗斯血统是怎么着？我这名字那么长啊，竟写错。哎嗨，那就更不怎么样了。这个写字画画在我们这行这份儿，我也喜欢画画。哎，嗯，我没想到啊，啊，40多岁的人了，啊，竟然还到中央美术学院去进修。我从基础学起啊。您好，我叫于谦。哦，又于老师来了，认识我？什么事儿啊？嗯，我要报名培训班学画画，真学。哎呦，敬佩您，这个年纪还愿意学，是欢迎您。好，我想从基础练。就是，有没有那个人体素描啊？哎。我这也太基础了吧！我这就是这个啊，大姑娘小媳妇脱光了让人画。哎呀呵，我这是学画画去了吗？就当然啊，有的时候也有个男的脱光了让人画。废话都有，我可以来报名吗？啊，来签字，嗯，啊，贴相片，来，您以后就是我们这儿的学员了，收了我了。40来岁人跟着孩子们一块儿上课，啊，去了2天就不去了。怎么不去了呢？嫌冷。我脱光了让人画去了，合着那是冷。那个就是这么善良。这跟善良挨着吗？您这说相声呢，我认识多了啊。最善良的就是谦哥，反正咱心好。黑龙江哈尔滨啊，有德云社的分社。是没事儿时我们上这儿去玩去啊。尤其冬天我爱去。怎么？看个冰灯啊什么，玩玩挺好。对，德云社那后院啊，嗯，黑龙江德云社后院，嗯，有这么铁栏杆，这么一溜，有，冬天啊，啊，哈尔滨的冬天啊，冷，我指着那栏杆，嗯，谦哥，嗯，敢舔吗？您这也缺了德了，您这个，一般的弱智都不会舔的，我还不如弱智呢，是吗？敢舔吗？啊，马上就过去了，来，哎呵，好不了。粘那儿了，那还不粘那儿？一蹬刺啦，嗯，皮都下来了，这都贴上吧，那个就这么善良，什么善良啊？嗯，转年夏天啊，6月3伏，干嘛？我们俩又去了，又到哈尔滨，哈尔滨黑龙江德云社后院。哦，我一指那栏杆啊，于老师，敢舔吗？这夏天就不怕了，过去了，就这一溜栏杆啊，嗯，啊。我这解气呢，是怎么的？舔30分钟，没什么事儿吗？好，行吗？刚刷的油漆呀，啊！好家伙，我人给人赶了一遍油漆，合着是人好啊，人好哦，家教严谨。哎，我们家教倒是很好，真的啊。嗯，就是从于老师的父亲来说啊，你往你这儿拍什么？你提我爸爸，你往自个儿这儿拍什么呀？这个我真得批评你了。批评我？你要说俩孩子说相声，一个7岁的，112的啊，俩人站这儿，我是你爸爸，你是我儿子，观众会觉得很厌恶，人家不爱听，讨厌。是到咱们这个岁数，谁是谁爸爸，啊，怕什么？不行，什么岁数，这也得弄清楚了啊！我都没往心里去啊！我往心里去了呢，就说说他父亲 啊，比如说于谦的父亲啊，这手势也不少。这还有招手的，你这往后头点行不行？你爸爸有男有女，你看了吗？不是啊，废话啊，不能用这手势，啊，这边不是，啊，嗯，别
没，您这不厚道，是个大家庭。什么大家庭？说提我爸爸，那这手势行吗？这样啊？没有没，就落下中间的了，合着。他们心里有数啊。说到谦哥的父亲，咱实话实说啊，那个老爷子这份儿，哎，还不错，人特别的好。是，关键是教育子女，咱们看着，哎呦，这是我爸爸多好，教子有方，这个心态。哦，他们家俩孩子是谦儿，还有一个姐姐，哎。这老头管孩子管得都苛刻，就严厉啊。于谦的姐姐是北京当年的高考的状元，学习的尖子，毕业之后留学到东莞。哦，那是留学去了吗？那个啊，留学东莞像话吗？我也问他姐姐啊，为什么要去东莞啊？姐姐乐了，她说什么呀？我要从基层做起。对，对。没挑一好层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啊。那会儿老头跟闺女说了啊，学业为重。哦，别交男朋友啊。哦，先立业。你说那玩意儿十八九大姑娘不让人交朋友，那到岁数了，咱看都残酷啊。姐姐够样的，真没交。就这么些年来，就往家带过一个男孩。哦，啊，就是这个想跟他交往，嗯，让父母见见嘛，看看呗。跟他爸爸吃过一回饭，喝了一顿酒。哦，老头很不满意。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能做我的女婿啊！这个孩子酒品不好哟，人品更差。那怎么见得呢？这个跟我喝酒的时候，嗯，竟然说给我找个小姐，也是喝多了。我最恨这个说了不算的人。哎啊！不，这小姐要找了就同意了是吗？老头让人感慨，感慨呢，很棒。反正我见过这么些个人，嗯，没有像你父亲这么了不起的了。怎么呢？80年代，他父亲就辞职，哦，下岗自己做生意当个体户，下海了。那个年头不是这么容易啊。嗯嗯，自己钱花进去了，嗯，找朋友借，哦，借完了还不了，欠债。那是他爸爸那会儿，嗯，欠了一屁股债呀、啊。那可不是吗？还不上了。嗯，后来想实在不行啊，啊，就把这一屁股卖了吧。啊，没听说过，欠债还钱去，卖屁股不管用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别说什么牙碜。什么叫牙碜？欠债还钱，卖欠一屁股债，这是北京土话。你爸爸有志气啊？没听说过，这跟志气没用。有，那就他想我怎么还债，我得卖点什么，这个意思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卖点什么就卖屁股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因为你爸爸他有志气，有志气，有志气。你们说清楚了，有志气。他做生意还钱。对对，他卖，他是上吉林去卖。吉林那儿有要这个的是怎么着？不是你怎么了？不是他卖，他是去卖身，那还不如卖屁股呢。这个好歹这是局部啊。一言不合就卖身是吧、哎、不是你把他说清楚了，卖人身。您把说明白，那落一人字儿，吉林野山人参啊，说人呢，差这一个字儿，不差什么了，对吧？啊、不，那不行了，差一个人字啊。对呀、啊，他爸爸是一个卖身的人啊，这不对啊，搁后边了，搁哪？搁前面？搁前边、啊。他爸爸这个人卖身，哎，那过了，要了亲密，过了，等下一回。卖人参不行，卖人参啊，吉林野山人参，这就对了，够6两的就值了钱了。哦，到7两就了不得了。嚯、哦！要是过了1斤，那就是王了，宝贝了。人他父亲卖的人参啊，5斤起步。哦嚯、哦，水萝卜呀，是怎么的？哎，这是人参吗？又白又胖，还是萝卜，切片吃都行，怎么？哎，对，还补气呢。咱不懂这个，没有这么大的参，反正是发了财了。哦，80年代中期，老于家，嗯，满屋的家用电器，那时候就全了，正当中25寸。啊，黑白大彩电，这到底是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呀？这个我们看是彩色的，他父亲看是黑白的、啊、怎么呢？因为他父亲是一个那个色狼、啊、哎，色狼色叫什么？色盲。很忙，他爸爸很忙。还是色狼很忙是吗？不是，色盲色盲，对，色盲。哎，眼睛不好。这边啊，电冰箱啊、哦、这也有3开门，都干什么用啊？上边冷冻，中间冷藏，底下掏炉灰。哎，好，连炉子都省了。老头看着屋里东西啊，
都有了，全齐了，冰箱、彩电、摩托车，嚯，这录音机，瞧瞧，我还就差一个洗衣服的机，哦、嗯。今天晚上我就拿钱去买，你这行了，花多少钱我也舍得，嗯，那叫洗衣机，嗯，知道吗？还会洗衣服的鸡，现在这鸡谁给洗衣裳啊？不懂，哦，什么呀？别胡说八道啊！这洗衣机，反正是有钱了啊，就是老爷子自个儿就说啊啊，我这前半辈儿太凄惨了。哦，穷的不行，嗯，尤其在吉林卖身那些年，就别提卖身了，受尽了凌辱和辛苦、啊、还是卖身呢、啊、这个不是就不容易啊，说人身现在有钱了啊，我要报复以前贫穷的时候，这怎么报复？要让我的后半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要干什么呀？首先老头先雇了四名丫鬟。还雇丫鬟？旧社会大户人家都有丫鬟呢，啊，都有使唤用的。现如今我有钱了啊，雇四个丫鬟，四个，雇四个大丫鬟。嘿，进门来先把名字改了，都改叫什么了？改一名啊啊，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绿菊花。什么丫鬟叫菊花啊？因为你父亲的学名叫于玉菊，怎么那么难说呀？这名字，天天一点名啊，想我于玉菊。嚯、哦，带着你们白菊粉菊粉红菊菊，哎，好嘛，我菊菊，哎，行了，这先早上起来先练绕口令，哎，四个丫鬟伺候老头。哦，早晨起来，你爸爸这洗漱完毕，四个丫鬟搀着，嗯，给老爷子搀在旁边有间房子。哦，这屋叫拔毛厅。什么叫拔毛厅啊？拔毛厅，你这玩意儿讲拔毛厅，大户人家啊，单有一间屋子拔毛厅，干嘛？你爸爸坐在正当中。哦。这四个丫鬟站好了，嗯，白菊花、红菊花、粉菊花、绿菊花，你爸爸在当间，哎，我爸爸坐在菊花中间了，嗯、他都没掉下去是吧？掉不下去，太小。嗯，你不要这么窝窝戳戳的。什么叫窝窝戳戳？老头这一坐，嗯，想我，想的别倒腕了，哎。来开始吧。嗯，干嘛呀？四个丫鬟拔毛厅啊。拔毛厅，这是给你爸爸拔这白头发。拔白头发，单有一屋，单有一屋。家里本来啊，其实房子并不是特别富裕。哦，把家里那厕所改的，这不也是浪催的，拿厕所改、啊、把厕所改白毛厅，挂着匾。哦，把坐在这儿，是四个丫鬟给找找脑袋上白头发。这也真拔呀，哎，一根白头发都不能留，显精神。哎，丫鬟给找。哦，找着了，啊、蹬着了，嗯，蹬这根拔吧，拔了啊啊，嗯，来，走，哎，蹬头发推脑袋呀，这，哼，好家伙，哼，哎呀，这丫鬟这练铁砂掌呢吧这、嗯，关键四个丫鬟站四个角度啊，一块儿，嘿、哎，嚯，哎呀，哎呀这行了行了，你爸爸当这儿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我爸爸非散了黄不可呀！这于玉菊稳坐拔毛厅，哎呀，稳不了，这么坐着，拔呗，嗯，拔到最后，嗯，剩两根黑头发，就剩两根黑头发了。爸爸这看这两根头发，嗯啊，还就嗨，没有那么蓬松啊，两根头发、啊、来一大中分啊，蛐蛐儿他是，两根头发中分，这不是蛐蛐吗？大中分就别分了，你爸还想呢啊，偏分好不好？什么呀，偏分？哎，怎么偏啊？哎，哎呦呵，哎呀，偏分好不好？接着呢，要不还中分是吧、啊？就这样吧。背头呢？啊、别提的啊，不，谁看得见？背头好不好？不 好, 好，披头散发吗？哎呀，好吧，这谁都看不见。要不编个小辫怎么样？编个辫，两根编小辫，两根拧个绳子也好啊，是吧？别费这个劲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行了，两根头发，那、啊、就中分吧。可开心了，哎、啊，为什么要这个样子？为什么呀？要对得起自己。怎么了？白头发不能有、啊，哦，皱纹不能有。那人老了，终归会有皱纹。我见过这做拉皮儿啊，他爸爸头一个就这个岁数的。哦，
50岁，他父亲就弄拉皮儿，啊，就显有皱纹。拉皮儿都知道哈，啊，拉一口子往上蹬，对，蹬这皮，脸蹬蹬这皮往上蹬，这脸就平整了。是是是，他爸爸50岁那会儿，咱国内还没这个手艺呢，啊，50岁，他爸爸一照镜子，嗯，怎么了？我爸爸东方不败呀，是怎么的？怎么说着说着改兰花指了他？啊啊！怎么有白头发了？哎呦呵，嗯，皱纹也出来了啊！顾影自怜，我是不是老了呀？啊，是老了，皱纹怎么办呢？嗯，他妈在旁边乐啊，他说：“好家伙，老两口子长反了，哪有胡子呀？老太太能有胡子吗？”哎嗨，这一嘴也不像话哈。嗯。查呗，查。有人说了，国外有这手艺，拉皮儿，拉一口子蹬上去，这叫整容。他父亲买张机票，奔泰国啊，对，嗯，说泰国大夫狠，你知道吗？这很像话吗？切得干净，这不是一个手术，不是一个手术，哪有啊？韩国好啊，打泰国改签奔韩国，这就对了。思密达，嗯，受累啊，给我蹬蹬吧。哎，来了这个，切刀往上蹬，嗯。回来，老头高兴，怎么样？要我来了，嗯，真好！哎呦呵，一皱纹都没有，这连嗓子都瞪上去了，这个真棒嘿！哎，行了，别捧了，高兴吗？嗯，到60岁，怎么样？这皱纹又下来了，又过10年了吗？买机票啊，奔泰国。哎，怎么又奔泰国呀？10年都忘了啊！好的，打那儿改签奔韩国。哦，思密达，你受累吧，老来受不了，给蹬蹬吧，使点劲吧。韩国人给他蹬，哦，蹬回来高兴，行吗？哎，比上回还好。哎嗨，特别平整，你看。哎，行行了行了，一皱纹都没有。哎呀呀，就这声受不了这。到70岁啊，他爸爸这脸，嗯，哎好。沙皮狗了，您这一说，没有那么大了，哎，就没有那么严重。买机票奔韩国，这就对了，改签泰国。哎，好，飞去趟泰国呀，嗯，就又飞回来。哎，这思密达，嗯，受累吧，嗯，韩国人真行，这走快，哎，这使点劲吧，嗨嗨哟，人家也烦了，蹬上去，哎，再回来脸平整，特别好，好就行。就是唯一的遗憾呢，嗯，太阳穴这儿一边有一个肉疙瘩，啊，这肉疙瘩怎么回事啊？蹬的劲儿太大了啊，胸口的皮上去了。哎，这没听说过，胡说八道，你，嗯，太夸张了，您这个。反正老头这个状态我喜欢啊，真的，早上起来从弄完这头发，就别提这头发啊。就坐在这儿养尊处优这个状态啊，符合身份啊，真好。哎，只要一拔完头发，嗯，你爸爸看看这四个丫鬟是嘛呀，什么毛病，那个、啊，就别捋这头发了，你来吧，干嘛呀？喝奶。嗯，喝奶早上起来不是你要说什么提什么毛病？你这，你提前告诉我一声行不行？你要干嘛？喝奶怎么了？喝牛奶啊？就是啊，你以为呢？啊，我也以为喝牛奶呢。您这一乐吓我一跳。四个丫鬟伺候你父亲啊，喝奶，喝奶还用四个人伺候吗？有一回喝奶啊就受伤了。啊，这喝奶有这么大篓子吗？喝着半截啊啊，那牛坐下了啊。趴牛肚子底下喝去了，那是受伤这玩意儿，咔坐上了，哎啊，把脸都挤歪了，呵，好嘛，伺候丫鬟伺候你爸爸喝奶啊，喝完奶回屋开始得吃饭了，啊，哦，这才吃饭，早晨起来要吃北京的名小吃，叫什么呀？卤煮，哦，叫卤煮小肠，就是猪的小肠啊，对，切碎了，嗯，来点蒜一煮，哦，一大碗，是，早上起来他爸爸坐在这儿，嗯。没有那么大声，哎，爱吃啊！中午换菜系了，换什么菜系了？炖吊子，那不是换菜系了，那就是换大肠了，知道吗？猪大肠为什么要吊子呢？啊，北京人卖猪大肠，他论挂，是啊，一挂猪大肠，拿铁钩子一勾，嗯，往上面一吊，吊着，吊起来卖，啊，所以猪大肠叫吊子，对，
弄好了，切碎了，嗯，来点蒜一煮，哦，也这样。他爸爸来一大碗，哦，你听这声就是更爱吃了。那是，哎，嗯，到下午三点，这个下午三点有一顿下午茶，下午茶吃什么？小点心，哦，微波炉打的热榴莲。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这热榴莲还微波炉打，也不谁告诉他的啊？啊，说这打完栗子味儿，嚯，他信了。哎呀，这好，这榴莲打完，屋里的茅房一个味儿，好嘛，能好闻吗？那个单有一个盆儿是老头下午必须要吃的，哦，啊，童子尿炖鸡蛋，吃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新鲜。这童子尿到浙江东阳一带啊，春天夏天之间必须吃这个童子尿炖鸡蛋。童子尿小孩儿。啊，就是啊，小孩小童子，童子吗？撒的尿，拿那个煮鸡蛋，啊，吃完之后，人家说一夏天不中暑，嗯，啊，真有讲究。可是很小众，就是东阳横店那一带吃。哦，别处没有，他爸爸也不跟哪儿淘换这秘方，他弄这个。哎，但是他没弄明白，怎么叫没弄明白呀，啊？我要吃同志尿炖鸡蛋，同志尿。嗯，他把他单位那些个老同志都找来了。好家伙！老哥几个为了我的幸福尿尿吧哈！哎，这嗨，这大桶尿完之后，哦，一过滤有半桶的结石。哎呦，剩下的给他爸爸煮鸡蛋啊！哎，他最孝顺，伺候他爸爸，我还伺候着，给包鸡蛋吃啊！哎呀，老头，你来俩，哼，吃不了，我就不行，吃不了，啊，我喝点汤吧。哎，去，那不就是喝尿吗？那不是。大孝子，喂，这好，我就喝尿。大孝子，啊，到晚上，啊，他父亲要吃点清淡的了。清淡的是什么呀？大肠刺身，生吃大肠，活猪现宰。好家伙，这猪捆好了，啊，杀猪的嘴里叼着刀，啊，等老太爷午睡起床，哦，门帘一开，四个丫鬟，啊，白菊花、粉菊花、红菊花、灰菊花，快出来了。他们先出来，站两边，哦，打后边你爸爸出来了，哎，还捋着头发呢。老太爷杀猪吗？嗯，杀。哦，嚯，把猪杀了，手进肚子掏肠子啊！这大肠头找你爸爸这嘴啊，先往里嘴里搁。你爸爸一嘴叼住了啊，全身心的劲儿啊！我他，哎呀，嘬呀！叼着肠子头的这么愣嘬呢？不是吃肠子呢，就吃肠子里边这点猪粪呢，那是吃的倍儿干净。嗯，哎，这好，比洗的还好呢。那是啊，嗯。猪肠子抢回来，人家拿走了啊！你爸爸算是饱了，嗯，饱是饱，还省消化了呢。这个，哼，很肮脏的一个人。您说这玩意儿都像话吗？哎，打这儿起到睡觉前啊，吃的东西就很在意了啊，就吃，顶多临睡前吃一点补品。补品是什么？红糖腌的人参。啊，这是好东西，整根的吉林野山人参一斤往上的，好的，拿红糖把它腌透，嚯，每天睡觉前吃两根啊，野山参一天两根两根，哎呦，吃了五天，眼珠子都红了啊，啊，五六天不上厕所，嗯，老憋着问唐僧到哪儿了，哎，好嘛，改妖精了，走街上碰见我了啊，大爷您怎么了？我有五六天没上厕所了啊！我是不是红糖人参吃少了？哎呀，好，还少呢！我心说呀，红糖人参呐，啊，人大象你也受不了那么吃，多新鲜呢！我说老爷子，您听我的吧，啊，别吃那个玩意儿了。哦，您换点香蕉吧。哎，海南香蕉又大又粗又甜，多好啊！嗯，过两天我又碰见他了。是，这个香蕉管用吗？嗯，不管用。哟，又好几天没上厕所。你瞧。怎么会吃完了不管用呢？嗯，啊，嗯，吃啊，多新鲜呐！你以为呢？哦，没有，没有这么用的那玩意儿啊。我应该告诉他买甘蔗就好了。哎，好，不用再加码了，就升个旗了就。哎，这好调起来。嗯，我上药店啊，买了两个巴豆。哎，这是泻的，大爷吃这个吧。啊，巴豆，嗯，吃完之后腹泻如水一般。是，老头真听话啊，睡觉前把这俩吃了，这就管用了。关键有一点呢，他这些日子睡觉，睡眠不好，那怎么办？又吃了几个安眠药，这玩意儿一块儿吃的呀。好，这安眠药强效，美国进口哦，准睡12个小时，
睡一对头，那巴豆20分钟起作用。哎呦，看谁打的、啊、老头一睁眼呐啊，哎呀，别看了，我家住在黄土高坡。别唱，这是黄土高坡吗？这反正我很爱这父亲啊，真是这个老头太可爱了，生活有规律。规律倒是平时啊，这什么这个安眠药打死都不吃，那没用、啊、每天就是早上该吃，就是咱们说这按摩厅 啊别提这个、喝牛奶什么的 啊吃完之后一定出去遛弯，雷打不动遛弯。哦，还走去，连走再上厕所。上厕所，家里的厕所改了拔毛厅了。哎，好嘛，真下本。离着最近的厕所40公里，太远了，这也。哎，老头得从这儿走了40公里上厕所。哦，啊，有时也怕担心说半道受不了啊，是憋不住啊，穿一纸尿裤。那还上什么厕所呀？那、嗯、得去啊啊，上那厕所换纸尿裤去好、啊。哎，这嗨，这个贫劲儿的。有的时候街坊四邻一看老头出来了 啊，大爷您挺好的，嗯、啊，聊几句。如果老头站着不动了，就没人理他了。哦，那就等着呗，那就。本来出来遛弯挺开心的啊，走着走他爸不动，定在那儿了两三分钟吧。嗯，哎，这尿完了，这是往前走。哎呀，您这。我就爱找他爸爸聊天去。哎，有时候走着街上看他爸跟那站着了，我就等着他。啊，一会儿看老头。哎，你好，大爷，大爷尿完了，恢复正常，挺好，就跟定住了似的啊。爱这老头，嗯，一块聊天，听人家给咱讲人情世故，那就是上课。哦，还讲一块走的过程当中，我认为是个求学之路。你瞧，那回也是啊，啊，我都感动了。哦，我跟老头遛弯，走着走着，突然间。前面也不知谁这么没有公德心，怎么了？出来遛狗，那小狗跟街上排便，哦，狗拉屎了，也没有多少，反正是啊，哎，好家伙，这排这便比狗都大呀，这个。亚拉索哦，没有没有那么高，哎，我这人走道我愣啊，啊这抬腿就走，我这都没看见。他爸爸，这，我告诉你，德刚啊，你又尿了，你这。条件反射呀，是怎么的？看见屎他尿尿啊！我还纳闷了啊，这也是说尿就尿，嗯，一句话都说不完。等着吧，啊，等一会儿老头说，嗯，哎，这还想该说什么说什么。德刚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上年纪人跟你们是不一样啊，是、嗯，你说你怎么这么愣啊？尤其又来尿频呢，是怎么着？这离得太近了哈、啊，就说是呢，哎，好，老头这倒没狮子了，这全抖了去。你往后站，哦，让我往后站，嗯、啊，我躲开了。哦，老头奔这狗屎去了。是啊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啊，怎么意思？屎？这多新鲜！得亏场上，要不踩上了。这你。